Oh! Hey, you there!目前患者体温恢复正常，呼吸平稳，下一步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，主要监测生命体征、血氧、肺部影像学改变。 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的，就已经开始把原来的住院的其他病患者，尽量的这个建议他们出院。如果是重症的话，已经在这个安排请求上级单位这个制定这个转院的那个指定医院，然后呢，把全院的196张床全部腾出来，然后准备应对这次疫情。 很有意思，能把女生的都记得。